灯啊！哇！太棒了！是这样，没有没有。兄弟们，感觉好忙啊！这两天我们在忙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我忙忘了，感觉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24号是总决赛，现在过了两天。我的天哪，我们过两天才过了两天而已。我感觉还没有，虽然只过去了两天，但好像跟大家过了一辈子。什么鬼啊！哎呀，你们闭嘴啊！我们两天都没睡觉，没有睡觉，一直在拍。你们拿到手机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手机。还没手机，还没有装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装了，不用装了。你们第一个联系的人是谁？老妈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妈妈，我也是我妈。哎妈，我没跟我妈联系啊。我也是我的妈妈。你现在还没有联系任何人吗？说一下呀。你还没跟你妈联系啊？最近好像没有。看来大家都跟妈妈关系好好。嗯，哎，有人先给爸爸打电话了吗？我看看，我的妈妈，我的爸爸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喜欢一个人住还是喜欢就是跟室友住？你们这里最多的是两个人间，这里都可以。我喜欢12个人一起住。我想跟 AK 住那个双人间。那双人间很大，是吧？这样你们不想有朋友在你们的房间，我跟刘宇可以牺牲我们的生活。Yeah. 你中文有点太好了，现在。我想，Santa，因为他teach me 跳舞。我叫他跳舞，他叫我唱歌。我就不相信你们在房间里跳舞。我刚也想说，谁叫我才不信呢。